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参加今天的网上主日崇拜。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五篇一到七节。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呐，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都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至上传递在此上天里，至上传递在此上天里。天地人浩荡出去，在上帝的面前，都倒数我们一起来祷告。全智、全能、全在的主，我们赞美你。世界的万物都会改变，唯有主耶稣，你永不改变。我们眼睛所见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耶稣永远不会过去。亲爱的主，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教会，预备了许多敬虔爱主的牧者与肢体，感谢你通过他们用生命牧养遮盖我们，让教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家。主，无论是在小组或是各样的聚会中，主求你让我们的灵命都能够彼此相爱，互相交通，互相激励，互相安慰，彼此扶持，彼此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一同欢欢喜喜的奔跑天路。主耶稣，你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你的身体，愿你充满在你的教会中，带领教会不断的更新。主，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在这个后疫情的时代里面，不断的调整我们的事工，来满足聚会、牧养、传福音的各种需求。主，求你带领我们教会能够及时的回应社会的需要，像约瑟一样预备粮仓来拯救那一世代的人。亲爱的主，你应许我们，你要使我们有合一的心，你要把心灵放在我们里面，又从我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赐给我们肉心。主，你已经将你的心灵赐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在家庭、职场、教会、社区，在各种人际关系里面都努力追求和睦。当我们遇到被别人误解或者意见不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彼此关系上有彼此得罪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有顺服你的肉心。以主你的爱来包容、来宽容、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主，我也为 Grace 的女儿 Zoe 来祷告，她现在肠胃有问题。主，求你借着 Grace 姊妹的精心照顾、调整饮食，
医治 Zoe 的疾病，你也赐给 Grace 和 Zoe 有信心，他们一起来仰望你大能的医治。主，我也为树涛和 Lisa 的大女儿 Cindy 来祷告。主，感谢你 Cindy 进入大学以来不断的成长。主，我们感谢你的保守，感谢你奇妙的保守，他在学业和生活能力上都有长进。主，你也知道他现在所经历的艰难，你理解他现在面临的挑战。主，求你赐给树涛和 Lisa 从你而来的爱心和智慧，能够鼓励和帮助 Cindy 度过他人生中这段困难的时候。主，我也为我的妈妈来祷告，她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求你在她疼痛的时候与她同在，安慰她，抚摸她。主，求你借着医生的手医治她，减轻她的疼痛。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你借着你的仆人对我们说话，我们愿意有一颗聆听的耳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Thank you.
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四章一到九节，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
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愿主赐福他的话语。约旦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像出埃及过红海一样，耶和华在洪水泛滥的季节，用大神迹带领以色列人轻轻松松地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神命令约书亚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从约旦河里抬十二块大石头到岸上，为神大能的作为建立一座永久的纪念碑。这样做有三个目的：第一，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大能；第二，让我们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第三，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最终，要通过这个纪念碑的见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从而永远敬畏耶和华。这些石头是会讲故事的石头。在古代，莫有文字也莫有书本，历史都是靠口口相传，通过讲故事传递下来的。以前莫有电灯电视，天黑以后到睡觉之前，就是父母给孩子讲故事的时间。以色列人每天晚上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这些石头所代表的故事是孩子们百听不厌的故事。这些故事塑造了以色列民族的共同记忆，维系了以色列民族的身份认同。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为神的大能建立纪念碑。上一次我们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耶和华用神迹把约旦河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从干的河床上走过约旦河。约旦河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过了约旦河就正式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了。他们经历了40年的艰苦漂流，终于看到他们的梦想之地就在脚下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开始实现了，他们非常的兴奋，因为神为他们成就了大事。在这个特别的时候，神命令约书亚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用十二块大石头为神的大能建立一座永久的纪念碑。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建立这个纪念碑有什么意义。我要讲的第一点是会讲故事的石头。在约书亚记4:4-7，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
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用石头建立纪念碑在圣经中是很常见的，因为石头可以保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朽坏，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成语叫做坚如磐石。不过耶稣亚所用的十二块石头很特别，第六节说这些石头是证据，是记号，因为这些石头是从约旦河的河床中间祭司的脚所站立的地方取来的。正常情况下，人是不可能从约旦河的河底拿石头上来的，所以这些石头是神让约旦河的水变干的直接证据。而且这些石头也特别大，需要扛在人的肩上才能够搬得动。十二块大石头堆在地上是很醒目的，就像英国的巨石阵，当人一看到这些石头都会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们就有机会讲这些石头背后的故事了。所以这些石头是会讲故事的石头，就像我们旅游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个纪念碑、一座雕塑、一个纪念馆，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千古流传的故事。在古代的时候，没有文字，也没有书本，历史都是靠口口相传，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递下来的。以前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视，天黑以后到睡觉之前，就是父母给孩子讲故事的时间。以色列人每天晚上给他们的孩子讲故事的时候，这些石头所代表的故事就是孩子们百听不厌的故事。这些故事塑造了以色列民族的共同记忆，维系了以色列民族的身份认同。神让人为他的大能作为建立一座纪念碑有三个目的，第一，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大能，第二，让我们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第三，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最终要通过这个纪念碑的见证，让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大有能力的，从而让我们永远敬畏耶和华。我想的第二点是不要忘记神的大能。上周是感恩节，林师母讲了不要忘恩。人的问题常常是记忆力的失败，我们该记住的东西我们记不住，该忘记的东西却死死抓住不忘。人是很容易忘记别人对我们的恩典的，但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却记得清清楚楚。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常常十年二十年之前的伤害亏欠都记得很清楚，但是感恩的事情却一件也想不起来了。王明道牧师有一次讲道的时候说，你在街上遇见一条狗，快要饿死的狗，你动了怜悯的心，把它带回家，给它东西吃，救活了它的命，它会为你守夜，它会对你尽忠。但是有一个人在困难万分的时候来求你帮忙，你发了善心，借钱给他，帮他渡过了难关，可是等他情况好转过来以后，他竟然赖账不还。当你向他要钱，要他还钱的时候，他会向你变脸，骂你为富不仁，他会对你说，你这么有钱的人，还需要逼着我还这一点钱吗？这时候其实他自己有钱买好东西吃，买好衣服穿，但是他却说他没有力量还你的钱。如果你一定要他还钱，可能还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他不但不还钱，而且要把你当作仇人，败坏你的名声，损害你的事业。如果在最开始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狠心一点，
一分钱也不借给他。等他当了乞丐，你在街头上碰到他，给他施舍一个馒头吃，他反倒要谢谢你的怜悯。好残酷的人类，好凄惨的世界。忘恩负义是人的本性，当我们有求于人的时候，我们苦苦哀求，什么好听的话都说得出来，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等到得到我们想要的帮助之后，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就不再有价值了。等到有一天完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忘到九霄云外，甚至有人为了一己私利出卖他们从前的救命恩人。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真诚用爱心去帮助过别人的人都明白这种痛苦的经验。其实不只是不信主的人容易忘恩，许多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对人容易忘恩，对神也是一样。我们有求于神的时候苦苦哀求，什么好听的话也都说得出来，什么愿也都敢许。等到神回应我们的祈求，得到神的帮助之后，我们很快就忘记了神的恩典，把当初所许的愿忘得干干净净。人不仅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也容易忘记神的大能。在诗篇78篇11节，忘记这里说以色列人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危机之中，神用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用他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离了危险，我们感恩不尽。可是等到危险过去之后，日子慢慢过得越来越平静，我们却逐渐忘了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不再敬畏他。这就是一切败坏悖逆的起因。如果我们对神既没有感恩也没有敬畏之心，我们遇见一点的试探艰难就会埋怨神，远离神，甚至是背叛神，最终让我们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神迹，先是十灾，然后经历了神把红海分开的大神迹。以色列人高高兴兴的歌颂，高高兴兴的唱歌，歌颂神的大能。但是很快，仅仅过了三天，他们到了马拉这个地方，因为没有水喝，就开始向神发怨言了。现在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比他们的父辈要好得多，他们经历了过约旦河的神迹，他们没有马上忘记。但是当这一代人死了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在士师记二章六到十二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他山地的宁塔西列，在加宝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就是迦南地的偶像，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人是那么的容易健忘，所以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之后，就需要在第一时间想办法要记住神的恩典。神要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之后，在他们第一个安营的地方就是吉甲，用12块石头建立一个纪念碑，让人一看到这些石头就马上想起来，在我们无法应付的巨大困难之中，神是怎样用他的大能的手
进入我们的生活，解决我们的困难的。这些起初蒙恩的经历是最清楚最宝贵的，我们要在最初蒙恩的时候就要想办法记住神的大能，以防止我们将来忘恩负义。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不必建造一个纪念碑来纪念神的大能，但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记住神的大能。比如我们可以把我们经历的一些特别事件的照片或者纪念物品放在我们的客厅，如果有客人来家里做客，很好奇地问你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你就有机会给他讲故事了，就有机会为神做见证了。我和我的妻子经历过惨烈的车祸，我们的车子已经彻底销毁了，但是如果有可能，我都想留一块我们汽车的残骸作为纪念物，将来每当我遇到困难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只要看一眼这块残骸，我就会提醒自己要记得神奇妙的拯救。另外一个方法是写祷告笔记或者灵修日记。其实我们很多事情的成就都是神回应我们祷告的结果，可能是我们一两个月之前的祷告，也可能是我们一两年之前的祷告。到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自己曾经向神祷告过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一个祷告笔记，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向神祷告，神又是在什么时候为我们成就了。我要讲的第三点是记住神的大能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的挑战。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就一帆风顺了，相反，他们前面还有很多的硬仗要打。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一个难关度过了，前面一定还有难关。当我们的人生再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忘记神的大能，就会灰心，就会绝望，就像士师记时代的基甸一样。在士师记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当我们的人生再次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像基甸一样想，那个曾经把红海分开的神在哪里呢？那个曾经让约旦河的水变干的神在哪里呢？我想，如果基甸在他灰心绝望的时候，他走到约旦河边，看一看约书亚用十二块石头建立的纪念碑，我想他会振作起来。虽然让红海分开，让约旦河水变干的神迹不会可能再同样的发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的大能就不会再显现了。后来耶和华让基甸从三万以色列人中只拣选了300个勇士，就打败了整个米甸人。当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神的作为时，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纪念碑前，提醒我们神是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为我们开道路的神。我讲的第四点是教育子孙后代。神不只是关心我们一代人的信仰，神更关心我们对他的敬畏可以代代相传。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告诉他们说，
以色列人曾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是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建立纪念碑的第二个目的是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神的手是大有能力的，让世世代代的人永远敬畏神。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非常的在意我们的下一代，神最在意我们下一代的不是他们的学习成绩，不是他们将来能否出人头地，而是在于他们是否认识神是谁，他们是否知道神的伟大，他们是否敬畏神。这些石头的纪念碑就是最好的方式，让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来认识神的伟大作为，然后学习敬畏神，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神行大神迹，让约旦河的水变干，不仅仅是让这一代的人经历他的伟大，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都认识神是谁。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希望我们的孩子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就需要明白神对孩子的心意是什么。很感恩我们的教会非常重视下一代的事工，我们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在儿童主日学，在青少年事工，在暑期夏令营。重视下一代事工的教会是有希望的教会，不过教育孩子不仅仅是教会的责任，更多的是父母的责任。父母要懂得如何把我们的孩子训练成主的门徒，门徒训练就从我们的家开始。我讲的第五点是石头见证我们对神的顺服。上次我们讲过，这些过约旦河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一路跟随约柜的带领，约柜的带领洁净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凭着信心和勇气过约旦河的。约旦河边的这些石头纪念碑，就是这些做父母的他们自己顺服神的证据。这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敬畏神，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自己要顺服神。我们要先顺服神的带领，才有可能经历神的大能。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认认真真的顺服神。如果没有真实的经历，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给我们的孩子讲的故事。我们的父母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一定会对我们的孩子产生影响，不是好的影响就是坏的影响。今天我们不需要跟随约柜的带领了，我们是要跟随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引导。如果我们让圣经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远离罪恶，分别为圣，我们就一定能经历神在我们生活中奇妙的作为，我们才会有实实在在的见证和我们的孩子分享。大卫王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诗篇71篇被称为老年人的祈祷。诗篇71篇17到18节，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到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大卫说他的一生坎坎坷坷，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和奇妙的作为，现在他老了，头发变白了，力量开始衰弱了，但是他并没有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他对主的热忱没有丝毫的消退，他向神祈求，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求神不要离弃他，让他仍然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把他所经历的神的大能教导下一代，向他们见证神是多么的伟大，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奇妙。他希望告诉他的子孙，来来来，让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神对我所做的奇事，这就是神如何在我困难的时候回应我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也有不少弟兄姊妹都是老年人，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当中一定也有很多人会变老，会退休，很多人在退休之后有很多的计划，在他们走不动需要别人照顾之前，他们想去经历他们年轻时由于辛苦工作没有机会去体验的享受，这没有什么错。不过大卫的这首诗向我们启示了神对老年人的心意，这也是当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进入迦南地之后，耶和华命令约书亚为他的大能建立一座纪念碑的目的，就是要把神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指示给我们的后代，让他们永远敬畏神。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都会死，我们这个卑微的生命可能不能像大卫王这样伟大，不能够影响很多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影响我们家里面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们的孩子。只有一个像大卫王一样完全顺服神的生命，当他到了年老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美好的盼望。大卫王相信父母对下一代的教育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自己的信仰就继承了他母亲的遗产。在诗篇86篇16节，大卫这样说，求你向我转脸，连续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求你顾念我，怜悯我，求你赐力量给我，拯救我，因为我像我母亲那样侍奉你。圣经很少提到大卫的母亲，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对神的敬畏是深受他母亲的影响的，是他的母亲从小就培养他敬畏神，是他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爱神，如何侍奉神。所以大卫深信一个敬虔的母亲，一个敬虔的父亲可以对他的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当大卫自己年老的时候，他才有这么大的热情要把这个属灵的遗产传递给他的子孙后代。我讲的第六点是，我们不必重复我们父母的失败。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大卫王一样幸运，都有一个敬虔的母亲，但是请大家注意，过约旦河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父母其实是失败的一代，是不顺服神，是最后全部死在旷野的一代。这表明我们自己父母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子女也会失败。我们的父母可能会犯很多的错误，可能给我们造成深深的伤害，甚至是那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父母。约旦河边的这些石头纪念碑就提醒我们，即使我们的父母辜负了我们，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他们是虚伪的基督徒，我们仍然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把我们的父母所没有给我们的祝福传递给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如果我们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信仰是虚假的，他们每周去教会，但他们所作所为完全跟不信主的人一样，他们的信仰是没用的，所以我也不信神了，我也不去教会了。这不是理由，神的恩典能够在任何一个邪恶的时代兴起敬虔的人，并且
把对神的敬畏传递给下一代。弟兄姐妹，约旦河代表了我们一生当中必须经历的重大困难，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度过的难关。神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要约书亚用12块大石头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一方面见证了神大能的作为，另外一方面也见证了我们对神的顺服。当我们经历神大能的恩典之后，我们需要想办法留住这段历史，留住这段记忆。这样做有3个目的：第一，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大能；第二，让我们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第三，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敬畏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你是何等的奇妙，如果我们真真诚诚的来顺服你，来爱你，我们一定会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大能的作为。就像你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你用你大能的手把约旦河的水变干，你用你大能的手把红海分开一样。主，你知道我们是常常忘恩负义的，所以你要我们想办法来留住你在我们生命中大能的作为，让我们记得你的恩典，让我们记得你的大能，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子孙后代。主，你希望把对你的敬畏传递给世世代代，传递到永永远远，让全世界的人永远敬畏你。我们祈求你的恩典，祈求你的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